红色厢型车里面坐满了人，还有各种工具。一大早准备上工，这车子才刚要发动，就马上被警方逮捕了。原来里面载着的全部都是逃逸外劳，警方将人带下车，带回住所查看，没想到竟然还查获了安非他命。准备前往工地工作的逃逸印尼籍外劳啊，三名，及雇主林姓雇主及黄姓司机啊，并由他们带领我们前往他们的住处，在查获藏于其中的四男一女的逃逸外劳。我们在房间内有发现了安非他命的吸食器啊及残渣袋，经林姓雇主啊坦承啊，安非他命是供他自己吸食啊，并有提供外劳吸食。警方表示，林姓男子收留了八名逃逸外劳，并且帮他们安排工作。更可恶的是，还骗他们来吸食毒品，谎称可以提振精神、降低疲劳。头一次免费提供，但之后就要花钱购买。而外劳得知自己吸食的竟然是有成瘾性的安非他命，大骂这雇主真的是太没良心。林姓雇主啊，那个对外劳啊，谎称说吸食安非他命啊，能够提振精神啊，使工作比较不累啊，那诱骗啊外劳啊吸食啊。诱骗外劳吸食那个安非他命了，是否介意啊控制外劳啊？这一方面啊，我们已经移请检方认定。警方调查，林姓男子安排逃逸外劳到工地工作，每天工资1300元到1800元，雇主抽200到400的佣金，就连八个人共住的房子，每个人也都得缴交3000块的租金，甚至还想借由贩毒再从他们身上再赚一笔。这样夸张的行径也让承办员警直摇头。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。